健康哦。我们零零七的朋友，哇，零零七又17周年了哦。来，我们的祝福零零七老板老板娘，生意兴隆，高朋满座，非常感谢老板娘这次的邀请哦，非常感恩，谢谢，谢谢杨大哥，也谢谢你，感谢你 ，Thank you。那么今晚间呢，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来到回来到我们的零零七，和大家一起庆祝这个17周年哈、生日快乐。那么也感谢大家的到来，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以及我们新加坡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到来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那么今晚间呢，希望把欢乐带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来到我们零零七，也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回家啊！祝福你们。好，那么继续呢，安排一首比较休闲歌曲，今晚间是第一次唱的哈。然后朋友们点唱的这首《不亲》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蛮难学的这首歌，但是非常好听，送给你们一首《不亲》，第一次唱哦，唱不好，请多多原谅。起我们的
不清送给你们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掌声，我比较看。